每次回家翻过来了米饭无论多晚南极饭就是这样炒的桌上总有热腾腾的饭可能饭菜有点咸或许有点淡其实只是上次可口的饭每次出门嘉宾快，他才可以马上一点。说他的饮食讲究，人家吃了顺滑，等于特别好吃。可能说的有点多，或许有点烦，却总带给我最贴心的暖。要好的时候吃哦，最好吃的饭。是妈妈做的饭最宽广的是爸爸的双肩时光能不能把脚步放慢别让皱纹在他们爸妈的最想做的事帮妈妈刷刷碗最幸福的是为爸爸揉揉肩有时间记得常回家看看陪爸妈吃上一顿团圆饭